可以去拿药了。哦，谢谢大夫，不客气。大夫，我怀孕了，46天，我不想要这孩子，我想把它打掉。 没结婚就有了。我是被强奸的。就有一天，我去买东西，在一个胡同口，就这样。那你出床躺着吧，我洗洗手，先给你检查一下。你们这儿能坐呀？你等我一下。 小王，小王。 怎么样，想明白了吗？你要真受害者，必须先报案，搞清案情之后，做流产的证明，公安机关会给你开。不管是我们乡的派出所还是市里的派出所，都得这么办。我不想报案。当时天黑，我也没看清楚他长什么样，我就是想赶快把这孩子打掉。你家住市里什么地方？让你活活所在地的派出所把你接走，必须先报案立案。 强奸，这是重罪，如果情况属实，做流产不是很复杂的事情。说吧，你家住哪儿？门牌号多少？干什么去？坐哪儿？把问题交代清楚了。不说是吧？小刘，带他去后院。走吧，赶紧走。走啊。 怎么样？想清楚了吗？现在你们这样的人，我们见多了，未婚先孕，偷偷摸摸跑出来做流产。你不说也没关系，今晚在这住一晚上，明天送你去分局。
说你吗？瞎折腾半天，哎呀，把自己累成这样，啥事都没办成。来，擦擦脸。咱们呀，回老家去，有熟人好办事儿。哎，明天上午你去开公办大会，我去买票，人不知鬼不觉。 可是我跟厂里只请了2天假，没事儿，我再打电话给他们，请4天假，就说我病得很重，想回家乡看看。哎呀妈，你别这么说，你干嘛咒自己啊？哎呀，顾不了这么多了，什么咒不咒？那你身体怎么办啊？没事儿，缓一天就行了。谁呀？我，田桂娟。 桂娟，哦，有事吗？有。让玉萍上质保组去开个会，宣布一下明天参加公判大会的纪律。他不舒服了，有什么事儿您就在这儿跟他说吧。他哪里不舒服了？你们家这两天到底是怎么了？没怎么样。啊，玉萍她身上来了，不舒服，肚子疼得厉害。 哪个女人不来这个呀？都没她什么娇气。派出所今天下午宣布了，给我们宣布的内部文件，马明和周远芳他们这个流氓团伙案，明天宣判，这是个大案要案，所以明天的公判大会非常重要，你必须参加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 你听见没有？你嚷什么呀？我又不聋。那我说话你怎么就不听呢？快走！那走不也得穿鞋吗？哎，你这个，您别嚷，有什么话会上说去。妈，我开会去了啊。小心一点啊。你这个熊孩子，你简直是什么态度呀？这都是啊。
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妈，妈，快醒醒，快到点儿了，妈，妈，妈，醒醒啊，妈，妈，妈。玉萍啊，你别怪我口冷啊！你妈呀，纯粹是让你气死的、累死的。她护着你，护着你，最后落下这么个结局。哎呀，你们家也没有什么亲戚帮你料理后事。你说你守了一下午，什么事儿都没干，起码你也到派出所去开个死亡证明啊！你出去！你嚷嚷什么？你看你混的这个人缘儿啊，六亲没有，你那些狐朋狗友呢？你们单位那些同事呢？真到了关键时刻，有一个人过来帮你吗？你名声臭，没有人真愿意跟你凑近乎。这个时候，我不愿意数落你，你还跟我犯脾气。你看你，这是一进屋就听你瞎瞎叫，住下，给他晃着。啊，玉萍，这出了事儿你也没马上打个电话呢，是你们邻居谁打了个电话，我们这才知道的。人好好的，结果说没就没了。这谁？别哭，大成，这红白喜事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这事儿你门清，你说说。就是怎么办？那个小白，那我就操持了，行吗？我替小白谢谢你了，大成。啊，那个小白啊，人不能停在床上，咱们搭个铺，然后停在外屋。还有，我们要布置下灵堂，上香烧纸，咱们一切从头开始。哎，我看行，那就这样了，你赶紧忙活去啊。行，来，咱们那我去那个找人，好吧？走走，我去。好好好，哎，老北看好啊。小白，别哭啊，走，节哀啊。我以后都要搬到去只有我一。别哭了啊！还有我呢啊！别哭了，姐啊，别再拔，说走就走。
别把身子箍坏了啊啊！就这样，那个小白他们家那个亲戚啊，一点就到了。我说你们哥俩去车站接一下啊，费点心啊。我替小白谢哥俩了啊。这个不用你嘱咐，我和小白过去在厂子里那都是亲兄弟热情，这是铁关系了。这次敢让他家办这事，咱哥几个能不伸手吗？行，有这句话，我就跟你们不客气了。哎，大成，你就派活吧。明天火化车一到，四个人抬老太太出屋，然后再找一个人把停尸的铺板铺凳全踹了，浇一盆水，这是老料，就是让老太太别想再回来。哟，还搞这么多迷信的东西呢，你们？没错，我们觉悟就是不高。等我给老太太守灵的时候，我跟老太太说说，每天晚上到你们家串门，给你汇报汇报思想工作了。你说什么呢你啊？你什么东西？大姨大姨，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啊！这个熊玩意儿，你您忙您的啊！老比，有件事不大好办。那个小白家没什么亲戚，然后他妈妈出殡的时候缺个打幡的小辈的男人。小事儿不难呀，老比。要我说这事儿来你来啊，是不是？打幡儿，打幡儿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咱不能错过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孙子，我哎，老北干什么你？不是这玩笑，你还真跟我急呀你？什么玩笑？怎么不能开了？我告诉你说，小白他妈是我，我干娘怎么我这幡儿我就打定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要不是为了开车送领导来，你愿意我上这儿来，我愿意我。这老北，孙子，行，是这幡儿，我打定了。明天在出殡的时候，我们再过来啊！你抽空睡一会儿，这几天很多事情你得盯着呢，听到了？您放心吧，这不是有老北他们帮我的吗？你们回去吧。哎，好，你也回去歇着吧啊！你走吧，好好的啊。嗯。大成，你们盯住了啊！那个阿衍，哎，你别去了，你陪着小白。组里的活我回去和马霞他们几个就干了啊！好，盯住了啊！哎，盯好了啊！哎，你们俩赶紧去车站吧，吃饭吧啊！哎，没想到啊，这么突然！我告诉你。我昨天在他们家里发现了两张车票，是回他们老家的。你说，他们怎么突然要回老家呢？是不是这个白玉萍回老家去安胎生孩子？她就是回老家，也是去做流产去了。她没胆量生下这个孩子。哎呀，算了，这时候说这事儿不合适。等丧事办完再说吧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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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玉萍，准备准备吧。明天一早，该给你妈妈送路了。以后再也见不着你了。以后还有什么人为我操心？
为我受累呀、啊！你儿舍不得你走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那个小白家没有那个小辈的男人，然后起灵的时候呢，打幡需要一个孝子，所以老扁说他来。这你们怎么都不跟我商量呀、啊？这可不行。就别说，说了就听大成的吧。行不行？你赶快出来，这不吉利。哎呦，什么不吉利的？你妈不是我干娘吗？你欠考虑啊，这事儿。嗯。让你们家人知道了，这还了得呀？是伤不着我亲爹亲娘。那以后在厂里，你可真得拿他当干妹妹看吧。说什么呢？这是这正经事儿，你干什么？老扁，哎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你妈就是我妈。车来了，车来了。那个，大家准备了啊，给老太太起灵。刚回来，才知道你妈的事儿。
小白，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我不应该让你更难受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周远芳自杀了。周远芳他怎么了？ 自杀了，死了。月芳他自杀了，这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自杀呢？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我也不想相信，但这是真事儿。 可能啊，那他死了，他尸体呢？他尸体在哪儿？还没找到，可能是顺江漂到大海里去了。警察正在找。不可能！你们没看见他尸体，就说明他没死。你冷静一点。我要去广告，我要去找他。你别，你去那有什么用？小白，你冷静点。小白，你冷静点。 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是你们啊！这是干什么啊？你们先出去一下，人家在这儿难受着呢。哎呦，这要还是为了他妈的事儿啊，难受，那你就劝他脑开一处想了，啊！再说了，啊，死前不孝，死后难受，不用倒水我也不喝。没给你倒。这些事儿都晚了，还是好好想想自己以后怎么过日子吧。 玉萍啊，你也别怪我这么瞎叨叨。我们今天来呢，第一是为了对你负责任，第二也是为了工作。你最好实话实说，你是不什么？看什么看？我告诉你，你妈妈现在要是还在的话。 你们娘俩是不是已经到了你们老家了？是去偷偷的保胎生孩子呢，还是去流产？你最好把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怀孕了？啊！谁让你拿我东西的？谁让你拿我东西的？你怎么能偷我东西呢？呀，别说话这么难听，什么叫偷啊？你妈妈已经不在了，你要再做出什么丑事来，还不得我们来给你，哎，给你管？是不是？你闭嘴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出去！我服了你啊！啊！你看。 你是不是怀孕了？还不承认？说，怀没怀？告诉我。说，你不是想找周远芳吗？那我告诉你，他死了，今天我也成全你了。小白，我是怀孕了啊，我是怀孕两个月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小白，你就让我猜对了吧？你个大姑娘家家的啊，没有结婚就怀孕，人家还装样，还晕过去了，谁没怀过孕啊？谁没生过孩子？我告诉你，这两天要去看着苗头不对，闭嘴。 白玉萍亲口承认的，她已经怀孨2个月了。居委会打电话来的目的，就是让我们厂里派个人去商量一下怎么处理这个事情。哎，真是非常非常的痛心呐！我们对白玉萍那是极力挽救，可是她自己呢，她不知廉耻。 弄得我们的工作非常被动嘛，你说我们怎么跟职工交代？撤销流产查看处分，做开除处理。具体手续你们抓紧办，别再拖泥带水了，咱们没有功夫天天研究这种问题。哎，过去这么多天了。
你还没有去做流产，我儿子死了，元芳已经死了，你们替我们家长想过吗？你们太不负责任，你们太不负责任了。阿姨，我能看看元芳的遗物吗？公安局说了，他们已经把他寄回来，交到你这儿了。阿姨，我求求您了，你就让我看一眼行吗？我求你了，阿姨，我求求你了，阿姨，你就让我看一眼吧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就看一眼就行了，阿姨，我求求你了。莫蒂，你去拿吧，在元芳的卧室。无意中犯下大罪，彷徨多日，我终究下不了投案自首的决心。我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深爱的玉萍，我不敢想象身居牢狱的生活，所以，我一死百了。这也算是对父母、对玉萍的谢罪。不是你们自己走的，元芳
你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你自己的路，以后你就自己继续走吧。 上次你来，我没承认这个孩子。现在，我依然不会承认。我给你钱做流产，只是出于道义。对于你，我们也不负任何责任。以后，你永远再不要来打扰我们了，莫迪。 请你以后也不要再带他来了，阿姨。我不让你们负什么责任，我就有一个请求，可不可以让我把远方的这些遗物带走？ 不会的，那遗书也行，我不能让你带走，因为我不相信你。远方所有的东西都不会落在你的手里。我再告诉你一句，所有的事情从今天开始就画上了句号。莫迪，你带他走。 阿姨，阿姨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把这东西带走吧。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留一个纪念。要放死了，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着，我是真心爱他的，我不会拿你们怎么样的，我不会来讹你们的，阿姨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把这个带走吧，阿姨，我求求你了，阿姨，你让我把这个带走吧，阿姨，我求求你了，阿姨，你带他走。